他们这个钓鱼用的杆子很奇怪，是吧？这么长。32米啊。哇。看见没有，这个鱼竿很长的。看。它这个杆子就是这样往外推出去，然后放在那个抛架子上。放在那个抛架子上，然后再往外推完。这个鲤鱼不大，我们只有1斤左右，1斤23两。抛架子，带这个一个陡坡。